样子不好，就大军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那应该是接着那个大哥刚刚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飞到美国哈？啊，我的爸爸妈妈说，工作要好好工作，不能随便工作的地方这样。所以不论在花莲，不论在台北，我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，表示我是听我爸爸妈的话。30年后从外地来到屏东，我35年，对。那就是请那个二哥跟二嫂啊，还有侄女就谅解多一点啊，因为我要必须听我爸爸妈妈他说，你工作就好好工作啊，所以非常的欢喜快乐。以前觉得美国好遥远，现在不遥远，因为一打开手机就知道那个地区就在这个眼光这边，所以啊就不会觉得是你们很遥远，不会。你们就很近啊。那刚刚大家已经讲过了嘛，就是特别在信仰这个部分，那同一个信仰就一同欢喜快乐啊。所以谢谢什么呢？谢谢就是有这份家的氛围啊。那我想二哥去美国那一段呢，我记得呢，我跟我爸爸还有我跟二哥，我们在桃园机场，桃园好遥远。然后一直等到那飞机飞在空中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父亲也哭啊，哇，觉得好远啊。那现在觉得 no， 这个一打开那个手机就见到，就知道说多么远的距离可以打开，可以听到，所以哎呀，欢喜快乐了。我想我们都在经历人生的一个 不同的瓶颈，但是我们就是很舒畅，因为我们都在这个频道上，就在这个平台上，所以不会觉得说我们很舒服啊，我们说话的频道在一起，我们谈话的内容都在一起，所以非常好，非常好啊。所以时间好快哦，没有想到可以活到60岁，而且还超过60岁，真的太快了哦，一转眼好像是昨日一样，所以。2年后啊就会退休，那就好好做企业的人。2年后就会退休，好好退休，就开始真正抓那个这个土，戴着斗笠，穿着雨靴，拿着锄头啊，那就我想就会做很多的山歌啊，很多可以做的山歌，所以非常非常快乐。那这边很多那个小孩子嘛，我就在想，这个氛围很好。那跟我大姐讲过，我跟我大姐讲过，每一年的1月1号，我们就做这个联结在这边哈。每一年的1号，你们不来没有关系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2025开始，每一年的1月1号，我们就在这里，就是这样聚集。好不容易家族，开始。每一个红家。
边有人要结婚呢？
好，陈俊恩老大。龙君老大，
你也是。陈可欣也是来，陈可欣上来，你是老大。还有这个，你也老大。对。好，等到大家招手。好，摆 pose， 最酷的姿势。好，在这里摆姿势，一，看看你后面，一二三。好。还有没有？那个摄影师建议一首歌给我一个吻。可是我们不会唱哦。所以安妮要出来啊，好，我们请人家帮忙唱。在这个台湾青叶村，我们的
家里再次见面，看到我们的美国的哥哥嫂嫂还有子女们，好，谢谢。